啊，佛在经上说过，科学家的能力很大。啊，他不是说科学家，他是说什么？第六意识，就是思想，人这个思维想象，这个能力非常大。啊，对外他能圆到虚空法界，对内他能圆到阿赖耶识，量子就是阿赖耶识，就是阿赖耶，被科学家发现了。啊，阿赖耶里面有三个东西，科学家也讲三个东西。啊，名词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阿赖耶的意象，科学家称它做能量。阿赖耶的转向，科学家的名词叫信息。啊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，科学家叫它做物质。一桩事啊！啊，佛说用第六意识用到极限，可以的，对内能够圆到阿赖耶，对外圆到太空，圆不到自性。这就是佛法比科学高一招，就在此地。啊，科学绝对找不到自性，因为自性它不是现象。三种现象都不是，你怎么去找它？啊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你看不见；不是精神现象，你想不到；不是自然现象，你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你怎样才知道呢？佛说了，为正方知。啊，你真正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为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的真心现前就是诚实真诚心现前。啊，自信是真的，真跟真相应。啊，真跟妄不相应。所以第六意识是妄心，妄心只能够圆到妄境，妄境的极限是阿赖耶。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你已经到头了，你再想向上一周，那你在学佛放下。啊，放不下就到此为止了。啊，宇宙被你看见了，10%、90%不见了。啊，所以佛法了，佛法很有前途啊。啊，将来宗教被人家不相信了，宗教在世界上消失了，佛法会留在世界，佛法摇身一变变成高等科学，高等哲学，啊，不再叫它是宗教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报告对我们来说的是好大的帮助。啊，决定不再怀疑了啊！不可思议功德啊！这一句前面讲过啊、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下啊，这底下一段，佛举十方恒沙诸佛，一佛如是称赞弥陀。前面是说的东方啊，这一方讲的详细。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了，亦复如是啊。称赞弥陀啊，跟东方恒沙诸佛一样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没有一尊佛不欢喜，不赞叹
啊，我们这个世间人确实六道轮回久了，有很深的情执啊，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把释迦牟尼佛当作慈父。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不肯去。我不去，我爱爸爸，我不爱老师。结果爸爸摇头叹气，孩子业障太重了，可怜了，不听话了。啊，你要听话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你爸爸在欢喜啊。啊，你爸爸是赞叹了，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，你就真的大圆满了。啊，真正诸佛菩萨，希望你早一点成就，希望你超过我。东方的圣贤是这样的心量，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啊！希望底下一辈超过我这一辈啊，社会越变越好啊，人生越来越幸福。这种心念是正常的啊！我吃苦了，你们也应该吃苦，你们应该比我吃得更苦。这种心念不正常的，这反常的，那是什么人的念头？魔王，就这个念头。我吃的苦，你也应该吃苦；我吃得很苦，你必须比我吃得更苦。魔王外道。那不是佛菩萨，佛菩萨慈悲呀。我受苦受难，绝不希望你也受苦受难。啊，我还全心帮助你，如何离开苦难？啊，现在有佛菩萨的心量的人不多，啊，有魔王那个念头的人很多。啊，所以社会乱了，人心坏了，啊，地球变了，灾难这么多，啊，我是不看新闻，不看报纸，啊，有一些好心的同学，把世界各地灾难，啊，从网络上下载。揭露一点给我看，啊，还有很多传闻，啊，很多恐怖的传闻，我看到这些信息，我只看一桩事情。这些灾难用什么方法化解？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？啊，几乎大多数90%相同，都劝人念佛。证明印光老法师两句话：戒尘恭敬，念佛。
你能够自度，能够利他。自度消业障啊，度他是帮助别人破迷开悟。这桩事情说得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帮助众生比帮助自己难得多了。啊，难在哪里呢？他多疑，他不相信。现在人听骗不听劝。哎，你骗他，他很欢喜跟你走。啊，你诚心诚意待他，他怀疑你，这个人对我这么好。他有什么企图？他有什么目的？啊，提心吊胆，啊，把你带到火坑里去，欢欢喜喜跟他去。这真难啊！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没人教啊！真教迷惑颠倒，不懂事啊！没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也，啊，连善恶利害都没有能力辨别，你说糟不糟？啊，这才是个真正大问题。这个大问题很难解决。啊，我们看中国的古书古籍。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族群在全世界最懂得教育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他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方法，有教育的经验，有教育的成就，在中国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君子出现，教成的好人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。啊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这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最特殊的就是教育。没有别的，极乐世界好单纯啊。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。老师阿弥陀佛，学生诸大菩萨。啊，菩萨用华严经来说，可以说从初性位的菩萨到等觉菩萨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每天干什么事情？每天讲经教学啊！啊，我现在这个一天讲4个小时，跟极乐世界比差远了。极乐世界一分一秒也没中断过。啊，那个世界很奇特，光明世界，它没有昏暗，所以它没有昼夜，那永远是明亮的。佛放光，菩萨个个人身都有光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统统放光，树木花草都放光，光明世界，它不用灯，啊，它也不用太阳月亮，不用。啊，所以他们有昼夜，人不是肉身啊，肉身很麻烦的，要用饮食去养它。那饮食又会有起副作用，副作用就带给你的病痛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金刚不坏身，啊，是法性身，法性土，所以人不需要饮食，啊，大小便利全没有，那多干净啊！
啊，生活方便，得大自在。啊，一天到晚听经学习，绝对没有中断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容易啊！啊，这样一个修学环境，在十方世界找不到。啊，阿弥陀佛建立了，所以十方诸佛都欢喜，也都感激。啊，诸佛如来底下这些众生，很难度的，业障深重的，都把他介绍到极乐世界，送给阿弥陀佛去教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每一天往生的人，不可计量啊，没法子计算的，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能容得下吗？他是发心土。发心土没大小。啊，不像我们这种物质的土，物质土有大小，有限量，发心没限量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有四农工商啊，各行各业，到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，啊，没有政府，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国王，没听到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总统。啊，极乐世界没县市长，没有，什么都找不到，啊，只有老师、同学。所以，实实在在来说呢，是阿弥陀佛在那里办了一个大学校啊。啊，这个学校专门培训佛陀的，上那个学校干什么？上那学成佛的。想成佛的到那个学校去，啊，一生肯定成就。啊，所以十方诸佛推崇阿弥陀佛，啊，给他加一个尊号。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阿弥陀佛当之无愧呀！啊，他真做到了，啊，名副其实。慧疏曰。所以诸佛所证的平等是一啊，这从理上讲、事上讲，确实如此。啊，诸佛如来证的这个究竟佛果、无上菩提是平等，啊，绝对没有差别。念佛往生利益，弥陀不共妙法。故诸佛让的这两个字好啊，而令皈依一佛，是第十七愿成就也。这几句啊，好极了。念佛往生的利益，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找不到。我们到十方诸佛世界，全都是受业报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没断。到他方佛国度，依旧到他那里六道轮回里去。
啊，还是搞六道在收果报啊。啊，可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大大的不相同。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凡圣同居土是六道轮回，跟释迦佛没两样。啊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。啊，地狱恶鬼出生没有，也没有罗刹，也没有阿修罗。一切不善的全没有，而且生到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，真加得上啊，帮助你提升到阿惟越之菩萨啊，这个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啊，不是你有那么大的神通智慧啊，那么大的福报享受阿弥陀佛的福报啊，阿弥陀佛建造这个极乐世界，你可以到那里去享受啊，那个世界不是我们有能力建的，他建好了请我们去住啊，你看那个设计多微妙，我们今天科学进步怎么比也比不上人家。哎，人家风吹树叶，树是宝树啊，不是木本的草本的，不是的，是珍宝。那珍宝的树叶我们晓得，风一吹的时候就像风铃一样，音声之美妙，美妙还不算，他是说法，他在讲经，用音乐用歌唱的方法来讲经，让你听得很欢喜很舒服，一听就开悟了啊！这种教学学校啊，校园你到哪里去找，找不到啊，水池里的流水的声音也在说法啊，鸟叫的声音都在说法。那些鸟不是畜生，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阿弥陀佛是大科学家了。啊，制造那么多鸟，鸟都会说法。啊，你想听什么，他就说什么。啊，我们两个人在一起，我喜欢听无量寿经，你喜欢听华严经，我听到的就是无量寿经，你听到的就是华严经，一点都不杂，妙到这样的程度啊！啊，所以那种音声成为妙音。你眼看到叫妙色，太微妙了，尝到叫妙味也。啊，所以往生的利益不可思议，这是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如来不共的妙法，就是不一样的。啊，所以故佛让得推让啊，啊，遵从阿弥陀佛，那不能大家平等的吗？怎么能称法这佛中之王呢？佛中之王这个封号是十方诸佛送给他的啊，特别尊重他。令归一佛。
啊，真正有缘人，就是说这个法门，你能信，你能够理解，你能够念佛，能够求往生，没有一尊佛不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。在这里我们要晓得，释迦牟尼佛一生49年讲经说法，任何经典只讲一遍，没有重复讲第二遍。可是唯独无量寿经讲很多遍啊，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至少是三遍以上啊，因为无量寿经原文传到中国来很早，从汉到宋朝800年前啊，在中国12次的翻译，所以它有12种不同的版本。非常可惜呢，其中有7个本子失传了。现在大藏经里的只有5个本子。5个本子对照来看，内容差别太大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就是佛不是一次讲的，一次讲的纵有差别是小的，纵大同小异，它差别太大。所以从这5个本子里头最明显的，这大家都知道的阿弥陀佛发的愿，现存这5个本子有2种是48愿，有2种是24愿，宋译的这1种是36愿，这是决定不应该有这么大差别啊！所以从这种现象的时候，佛至少是讲过3次啊，一次讲48愿，一次讲24愿，一次讲36愿，还有7种失传的。7种失传，如果要再看到了，可能还有差别。这说明说多次宣讲啊，不是讲一遍啊。啊，多次宣讲就是对阿弥陀佛特别赞叹啊。只要看到有缘的众生呢，佛都是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。念佛求生净土，上上上根。为什么呢？你一生成佛了吗？哪一个法门能帮助你一生成佛啊？做不到啊！啊，只有这个法门一生成佛了，所以它是上上上根的。现在人不懂啊，把念佛人看清了，啊，认为这是老阿公、老阿婆他们学的，没有知识的，没有知识是上上上上上上人，有知识是下下下下人。你看这个误会多大了我们要不能体会到，这岂不是辜负释迦牟尼佛了吗？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多好啊，那我们对他完全不认识啊，愚痴到极处啊。那因为他不是上上上根，所以佛才讲84000法门，讲其他法门来度他们。啊，随众生心，应受之量。啊，上上上上人决定是这个法门。啊，佛要不传这个法门给你，对得起你。我们的认识啊，
啊，第十七愿，诸佛称赞愿，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啊，他将来的成就啊，应该会得到一切诸佛的称赞。他成佛了，极乐世界成就了，果然是这样的啊，真的诸佛称赞。这是会所里的原文啊，下面意味这是黄念老的解释。佛佛道同，所证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这是一切大乘经上所说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念佛往生法门呢，乃弥陀不共之妙法啊，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啊，诸佛没有啊，故其利益了也是不共啊，所以这个法门的利益跟诸佛如来不一样的。是故诸佛推让其德，于显一切诸佛无边功德，悉归弥陀一佛。这我在前面讲了，这诸佛做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都很小气，都很自私啊，不希望别人比我好啊，有嫉妒，有傲慢，有障碍，诸佛没有啊。你想吹个好方法度众生，好，太好了，大家都赞叹你啊，我们把那些根熟的众生，真能够相信能够接受的啊，肯念佛肯往生，全部送给你啊，通通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，连华严都不例外呀。啊，我给同学说，我年轻的确实是很傲慢，很自负。啊，能够把我说动的是吧，不多。啊，我有外力，我有强辩。这个法门我不能接受啊！啊，所以老师没劝我学这个法门。啊，方东美先生把佛经这学介绍给我，介绍我两个法门：法相唯识宗。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介绍过这两本。啊，我跟李老师学经教，学讲经。李老师劝我学这个净土法门，我跟他十年，结果怎么样？不反对净土，我不学净土。对他不认识啊，对他怀疑啊，啊，喜欢大乘经论，啊，老师甚至于用出种种方法来引导我。啊，他老人家说，这个法门你看看，自古以来多少圣贤豪杰啊，他们都学了啊，如果说上当嘛，我们就上一次当看看嘛，也无所谓嘛
我还是不愿意上当。啊，老师叫我念印光大师文钞。啊，他那个时候送我这套书四册。上这个正篇上下册，续篇上下册。在台湾那个时候只有这么一套。啊，李老师是印光大师的学生。这套书我看过了。看过之后对净土也很佩服。不反对了。不敢批评了。但是不想学。啊，对华严、法华、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是特别喜欢。啊，所以我讲过华严，讲过法华，讲过楞严，讲过禅宗的六祖坛经、金刚经，啊，讲过永嘉大师的正道歌、禅宗集，啊，这是早年。啊，归心净土啊，是讲华严经的原因缘。华严讲到一半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一个星期讲三次，啊，一次是一个半小时，啊，四十跟八十同时讲，啊，一个星期两天讲八十华严，一天讲四十华严。啊，同时讲，讲到一半，偶然动了个念头，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佛的？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成就的？啊，这个我没讲到，在华严的后面。啊，我就向后翻，翻到四十华严第三十九卷，有了文殊普贤，不但自己念佛求生净土，而且还率领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师。同归极乐，这个让我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在华藏会上，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，是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啊。十方世界修行明心见性的，通通生在华藏世界。啊，普贤菩萨把所有大众通通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你们想想看，毗卢遮那佛能不生气吗？啊，怎么把我的人全带走了？毗卢遮那佛不但不生气，还鼓掌，好，太好了。还赞叹，你看看诸佛的心量跟我们不一样啊！啊，为什么在华藏世界成佛时间很长，到极乐世界这个时间大幅度缩短了，他快速成就了。我读到这个经文，啊，这才感谢老师啊。过去对不起他了，啊，他那么样用心劝我，我都没接受，啊，看到这个没话说了，啊，这才真正回头来学净土了，很难，真叫难信之法，
啊，所以我这一讲，你们大家都听，都听了都欢喜，都念佛了，我真佩服。为什么？你们比我强得多。啊，李老师度我好困难啊，真不容易啊。可是我一信的时候，我比别人信的就深啊，这是真的啊，我就超过那些人。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我才会相信。我没有搞清楚搞明白，我绝对不会相信的。啊，确实难信之法。你看看，所以诸佛如来，我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。啊，学生当中有真正能相信这个法门。啊，别的都别学了。你就这一门深入啊，说老实话，一部阿弥陀经或者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你就成功了。你学其他的干嘛？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所有一切经教全通了。啊，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修学的状况啊，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上没离开，自己能分身，化身分身，分无量无边身，到十方世界去拜一切诸佛如来，去供养，供佛是修福啊，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啊，福慧双修，一天所修的福慧，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修不到。这地方能不去吗？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可能啊，什么力量拽住你让你不去，你都会挣脱，你非去不可。太好了，十方世界找不到啊，啊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啊，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叫幸运的、啊、不是你遇到这个慧解本会得真好啊，一般人不知道啊。啊，我在台中，李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，我一看就欢喜啊，是他自己曾经讲过啊，他用毛笔小楷写的注解写在这眉批上啊，段落他都勾出来，我一看到这本喜欢，我就想学，就想讲啊。老师告诉我，现在不是时候，你的语言没成熟啊，这个本子有人反对，有争议啊，我年岁太轻了，学佛的时间太浅了，人家不服啊，我就等了，等到老师往生了啊，老师这个本子在我手上，别人没看见啊，为了纪念老师，我就把他这个本子，梅柱的本子印一万册啊，在海内外流通啊。当时我在美国，大家看那个本都欢喜啊，要求我讲，所以我第一遍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汇集本
是在美国，在旧金山。啊，在海外弘扬就是我一个，在国内就是黄念祖老居士，他老人家他一个。啊，我们两个联系上是在也是在美国。啊，他接受美国一些同修邀请他。啊，在马里兰州传法，时间只有一个月。啊，这他才晓得。我们在学习会议文，他非常欢喜。啊，这个注解当时是有印的本子。啊，带了那么一套带到美国，他就把这个本子送给我了。我看了之后无量的欢喜。我问他，你有没有版权？要有版权就算了，啊，没有版权呢，我拿到台湾去翻译。啊，他说他没有版权，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。啊，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。啊，他回到北京去之后，我也是在同年，大概是两三个月之后，我就到北京去访问他，去看他。啊，他才把写这个注解的经过告诉我。真不容易啊，身体不好啊，带着病啊，日夜不休息，把这部注解完成。啊，最不可思议的，他收集的资料太丰富了，这里头引用的一共有190多种经论，三宝加持啊，这些书从哪里来呀？那找都找不到啊！啊，想到自然，他就有人送给他。啊，这些资料堆在他房间，我都看到。我们今天能遇到这个会议本，能够遇到这一部注解，太稀有了。啊，稀有难逢，难逢当中的稀有难逢。这是多么大的福报，多么大的因缘。啊，能信能解肯念佛的人，所以我说是上上上根。啊，他这一生决定成就。啊，这个念老这一段注子要做得好。啊，行，你看，于行一切诸佛无边功德了，悉归弥陀一佛；于令十方众生悉入弥陀愿海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那就是圆满了。大圆满了啊！特别是遇到这个本子啊，又通过我们在一起来学习啊，所以我把我们这次的学习称之为讲义演义啊，定个名词，净土大经解演义。啊，这个缘太殊胜，太殊胜了。啊，此真啊，此正贤，弥陀本愿第十七愿，诸佛称叹愿之成就。这个成就是自然的。
啊，是性德里面自自然然的反应啊，绝不是有意去求的，绝不是想什么方法来制造的，没有，完全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啊，我们在前面曾经学习过，《往生论》里面的27种庄严成就，全是信德、弥陀本愿的成就。啊，没有一丝毫的意思在里头。这一点不能不懂的啊，因为我们世界人用这个意念的用的习惯了啊，总是会想象要怎么做，极乐世界不需要思想，思想是烦恼，思想是习气，他用的是什么真舍智慧啊，真实智慧叫照见的啊，现在有个名词叫直觉啊，眼见直觉，耳闻直觉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直觉，直觉是见性。直觉不用心意识，我们晓得十法界里面的众生都用心意识，就用阿赖耶啊，阿赖耶是心，莫那是意，第六是识啊，或者总说起来前六都叫识啊，心意识就是包括我们常讲的八心王，在用这个东西啊。啊，六道用偏了，用邪了。啊，用偏了是什么？人天。用邪了的是什么？是三恶道。魔鬼地狱出生的用心用邪了。啊，用偏了的时候是用的人天。如果心意识用的正，那就是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。所以十法界里面佛不是真佛啊，天台大师六界佛讲得好，他是属于相似界佛，很像，不是真的。那为什么不是真的？他用的是妄心，他不是真心啊，阿赖也是妄心，这个要记住。啊，如果用真心了，叫转识成智。啊，转八识成四智，相宗说的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心智，转莫那为平等心智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，这一转识成智。他就离开十法界了啊，到十宝庄严土去了，修其他宗派的全都是到华藏世界啊。那念佛的人呢，如果是转世成智了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同居土，不是方便土，他直接升到十宝土啊，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，那叫离一心不乱啊，转识成智是离一心不乱啊，真正得定了，能够把见思烦恼放下，也就是与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这种人生方便有余土。
啊，烦恼习气一品都没有断，这是僧，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凡圣同居土一定要知道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，没有阿修罗，没有罗刹。啊，只是人天两道。啊，六道变成两道了。啊，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呐！啊，所以十方佛赞，实能明闻十方，他度众生的广啊！如果诸佛不替他宣扬，不替他招生，啊，他度众生就不多。所以一切诸佛都替阿弥陀佛招生呢、啊，啊，都推荐呢、啊，保送啊，你才晓得净宗的殊胜庄严啊，你才真正晓得净宗的不可思议啊，普摄无边众生回归。极乐真的是大家同生极乐国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。明天我要到台湾去看牙齿，这个牙齿牙医生告诉我3个月到4个月要去复诊一次啊，去检查一次啊，我27号回来啊，回来之后我们还是每一天讲4个小时，越讲越欢喜啊。啊，不吃饭不睡觉没关系啊，不讲经很难过啊，讲经的日子非常好过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